是癌性最强的水果，好多人喜欢吃，赶紧告诉家里人，不能再吃了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饮食和癌症之间有些密切的关系，多数癌症都是吃出来的。今天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三种致癌性最强的水果，就算饿死也不要再吃了。一、催熟冬枣。冬枣的经济价值较高，很多商家为利益所趋，将未成熟的枣浸入糖精水里催熟，以便增加销量。如此的枣子不仅没有营养价值，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，轻者肠胃消化不适，重者急性大出血，甚至致癌。二、腐烂的水果。水果腐烂时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，其中对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就是青霉菌的毒素。进入人体后，不仅会对神经、呼吸、泌尿等系统造成伤害，且部分的腐烂很快便会蔓延至整个水果，所以万定不要因贪便宜而害了自己。三、槟榔。槟榔内含可致癌的生物碱，